这小六一刚过完，是不是啊？小青龙，海螺。哦，哎呦呦呦呦呦！我靠！哎呦哈，哎呦！这家伙还知道跑哎，有点老干妈吗？哦，来了，老车少来点，来点醋，来点酱油，这不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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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点开头像，正在直播。哎呀，正在直播。海参，哇塞，真的好远古，不是件好事。他肚子里面全是水，你知道吧？哇！哎呀，看到吗？这就是海参的内部，里面可脏的东西了，看到吗？靠！可以吧？你别看它就这么大，里面全是水，你知道？哎呦，你知道吧？待会儿它一煮就没有多少了，你知道？哎，这小胡子，记得给个双击啊！好喽，小青龙这家伙还是这个好，先不吃它，我先来一个海参。哎，海参你看没有？开始的时候煮多大，煮老大了。然后一煮完之后就不正经了。对于我们来说，这个是个好东西，补它特别不好补。来个扇贝。后面这个可以不要。海螺，哇，你看，海螺这种壳很好看，你知道吧？把它屁股给它摘掉，还很好玩。哎呦，这么烫，哇，哦，要断没有断？看到吧，这是黄。基本这个是鳃，来摘掉，干，挤掉，哇，好烫，有点。剩下的这些，哇，稍微有点烫。鲍鱼，它这边是排，不细说。看到没有？把后面这个摘掉。摘掉就一口一个，对吧？这个好，最为海虾这个东西 Q 弹 Q 弹的，对吧？就拿清水煮它都很好吃，这就是拿清水煮就可以，很好吃很好吃。看到小青龙，哎呦我靠！它是最不好的，你知道吧？它身上全是刺。哇塞，很肥的，我靠！
拽不出来。哦，这次太扎人了。啊，靠，还是拽不出来。哇，哦，好扎哦！要不给你们吃吧，你给我个红心，行不行？你给我个红心，我给你们吃。OK， 剥开，哇塞，又扎破了好像。开锅！哎呀，怎么样？这个海螺够不够大？可以吧？哎，绝对的。我给你们看一下，就是有的小哥哥小姐姐会说。这个海螺会有这种绿色的是吧？是不是坏掉了？不是坏掉了。哦，黄别断，靠的嘞！哇塞，看到没有？哇，它这地方绿色的，不是坏掉了哈，就是拿纸巾或者是手给它一擦一下就可以了。后面每一个海螺都有一条黑杠，给它弄掉。它黑杠旁边就是鳃，给它摘掉。哎，哎呀，哇，这块黄，摘掉之后它里面就有个鼓囊包。好些说这个虾它不会做，我来教你。哎呦，先不要放葱姜蒜，知道吧？先给它煎一掉，先把它这个油给它煎黄，因为时间的原因我没那么多的时间，所以我先告诉你听，一定要先煎一下，知道吧？煎多煎一会儿再放葱姜蒜，不然葱姜蒜它就糊了，你知道吧？其他的东西都不要放，酱油，这是酱油，然后还有醋，就这两样，其他都不要放了，明白吧？哎，然后呢，稍微的加点水就 OK 了。像这样子一盒虾呢，斤重是3斤6两，然后呢，虚重的话是4斤2两。因为像这样虾，你就说水煮也可以，不加盐，海虾是不需要加盐的，明白吧？就是水煮吃起来特别鲜，还没有熟。像这样一盒虾呢，它的净含量呢是3斤6两，就是3斤半。连盒子，因为它身上有冰，你知道吧？所以说连盒子带冰的情况下呢，是4斤2两。这是纯正的海洋虾哦，你下可以在下面直接拍上一单，就这个那个左下角。Thank you.